每一次出访，我们都努力告诉全世界，台湾的自由、民主的可贵，以及台湾愿意在区域和平稳定上为国际社会尽多一些努力。这就是台湾人要展现给世界的友谊。守护台湾就是守护自由、民主价值，是我们要传达给世界的重要的讯息。台湾的外交处境确实艰难。 但是台湾人从来不因艰难而却步，每一次的打击只会成为我们下一次突破的动力。走出去就是我们的海洋性格，克服万难就是台湾精神。